他们是平凡的劳动者，却令全场为之疯狂。呀兔儿呀三大网络红人首次联袂，令主持人状况百出，笑料不断。刹车在哪儿？你这么说会伤了李玉刚的心。一切精彩尽在我们有一套。谢谢大家，对我这样一个顺拐的出场还如此热情。能人天天驾到，精彩时事引爆，欢迎收看我们有一套。我每次啊都特别希望自己有一个很有创意的出场方式。我曾经跟我们栏目的编导商量过，我说要不然你看我穿着这身黑西装，打着领带，我再骑一匹白马，咔嗒咔嗒出来。编导说嗯，但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他有可能是唐僧。我还真从来没发现自己还有唐僧的气质。我们有一套，就是要给大家展示我们的嘉宾他们在生活当中不同的风采和魅力。首先有请我们今天的重量级嘉宾李玉刚。你要站哪边？我也不知道往哪边站，我找不准我的人生位置呢。但是从大家刚才的表情当中我看出来了，你的出场方式不够创意，对不对？啊，就那么就走出来的那不行，重新来啊，重新来，想一个有创意的方式。好，你是打算咋的，吊的钢丝出来啊？来，有请李玉刚。这个够有创意吗？看我的眼神，眼神比较到位，比较到位。这个出场有创意，好吧？哎，我特别想知道你的那个，就是你在这个唱歌的时候，嗯，因为我们听到的你的声音和你平时说话是完全不一样。对，有没有可能我也能做到？应该能。从哪个位置出来这个声音？应该能。其实一般的男生都会有假声，都有假声。对，只不过是假声的质量高和低。嗯，这就叫假声呗。是的。应该对，这一下质量就出来了。对，我这是两毛五的假声。你想跟我学？你想跟我学一下刚才？对对对，嗯，来吧，来，给个调啊，就李玉刚的调啊。爱恨就在一瞬间。后面什么词儿？大哥，那个不是我的调，这还不是你的调。不带这么坏的啊！没有，我听见你说啥了？升三个调是你的调，我觉得要升五个，来升三个调，来试试。升三个，但是你先来，升三个调你先来，没问题。来，爱恨纠葛，一杯情丝甜，爱恨。好，让我们掌声欢迎李玉刚今天作为我们的重量级嘉宾来到我们有一套的舞台上。谢谢大家多多捧场。今天啊，其实你来这儿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我们有一套今天是一个选美大擂台，
所以每一位上来的人，他的展现出他在生活当中最美的那一面，要由你来进行一个评判。现在经过我们法制节目确认，李玉刚是今天评委会的主席。我是常务副主席，谢谢。接下来我要给你请出一位和你搭档的，这样的话呢，你有的时候心肠软，他可以用他的这种直爽和这种直言不讳来弥补一下。他有一个铁石般的心肠，铁石般的心肠。掌声有请石头。我拿什么拯救情感天线分割，谁能把谁保留的让爱永不我们有的是时间，接着喊。不玩了，不喊了，太厉害，太累了。果然，这没有一个石头般的硬的心肠，唱不出这么长的。对对对，对自己要狠一点。哎，石头，今天来不是让你对自己狠的啊，是让你对我们的选手狠一点，对别人狠。对，因为我知道玉刚有的时候心肠软，上来一个选手他就夸一番。没关系，你放心。对，你得直话直说。对，因为我是从选手过来的，我就盼着有这一天的。咱们这什么心态？咱们仨共同。来完成今天这样一个选美的擂台，我们来看看生活中究竟什么样的人是最美的人。首先我们要请出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嘉宾，在他上台之前我们来看大屏幕。美默默嘞，美默默，魏大威是山东淄博一名普通商贩，早起晚归，走街串巷，以卖馒头为生。虽然工作辛苦，魏大威却苦中作乐，每天把所见所闻变成歌曲，边卖馒头边唱歌。曾经的人们都说过，人生是美好的。渐渐的，魏大威唱出了名气，有人将他唱歌的视频发到网上，魏大威一夜之间成了网络红人。但他依然像往常一样，会穿梭在淄博的街巷，把快乐继续带给每一个人。花上他一块钱就吃他个肚儿圆，他就是快乐的馒头哥。有请馒头哥。这家伙，谁给了你一辆没有刹车的三轮车？我看你差点冲下去。哎呀，电动的。你知道刚才你这一没停住，把那边观众吓一跳。嗯。那边观众心想：好嘛，这待会儿一箱子馒头扣脑袋上。嗯。是。您的馒头成色怎么样啊？那好啊。您能给我们看一下吗？展示一下。呵。你看。这是什么？煎饼。哦，这还有煎饼。煎饼。行行。你给钱了吗？就吃了，你这是，这个可以赊账吗？可以，随便吃。啊、你早说呀！怎么样，味道？这味道。味道怎么样？跟包子不是一个味儿。没馅儿的馒头。那当然，这要有馅儿那就是饺子。李刚，别撑着啊！我看你那表情啊，是噎着了，估计是。还有谁想尝尝？啊，我们有一套买单。没有啊。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你在接这个馒头的时候这么迟疑吗？我想吃。大白的馍馍，咱们背心的甜，
花上他一块钱就吃他多儿圆呐，哎来嗨嗨呀，来，哎来嗨嗨，大哥你别唱了，花他个一块钱就吃个多儿圆，谁告诉你待会儿一定有人给钱啊？你看不给钱也不要钱，那个大哥你看多好多实在，不给钱也不要钱，吃别人嘴短，对呀，拿别人手软，对，什么呀？吃别人手短。拿别人手短，嘴吃没了，嘴软。哦，所以现在呢，我们俩都吃了这馒头了，就不太好意思说人家的不是了，对吧？对对。从现在起，主要是石头来进行评价了。那个，我想问一下，你平时碰见过买馒头不给钱的吗？那也有啊。那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来对应这样的事情？我给您找个现场模特，这样您有点感觉。就这位小姑娘，来来。掌声有请红衣服这位，手里还拿着一小节馒头的，就是你，别被馒头带着，带着馒头，带着馒头，来，我们看看他有多么实在。三分钟以前，他从我手里接过去的还是一个整个的馒头，三分钟以后，我的还剩这么多，大家看他的，你还吃？这么瘦小的身躯里面。瞬间塞进去这么大一个馒头，你说多不容易。你现在呢帮我个忙，我看看他怎么把馒头推销给一个没带钱的人。你说过两天来还我，一等就是一年多，365个日子睡不着，你心里根本没有我，把我的那钱还给我。你找我妈要是吧。你说过两天来还我，一等就是一年，一个馒头您至于吗？等一年多。最后小姑娘吓得，你找我妈妈吧。来，我掌声谢谢。这是把馒头推销给没带钱的人，用的是以情动人的方法。对，这样我给你出个难题，把馒头卖给同行，我就是那个同行啊。来，帮我拿着，别偷吃啊，这是我的。您就这么从山东骑过来也不容易啊，啊，哥哥，这您能过来帮个忙吗？大哥，你要帮我把这车弄动了，你有多少馒头我买多少，您帮个忙，我们开始。哦，明白了，好，来来，您站好了，您站好，我来了。刹车在哪儿？好了，咱俩碰见了。兄弟啊，兄弟，今天赚的多不多？如果你感觉渴了，我这里有水喝。兄弟啊，兄弟，今天生意火不火？如果你感觉累了，我陪你唠唠嗑。兄弟，你好啊，兄弟，兄弟，我太那个啥了。你知道我这生意不好做呀，今天开张这个出来转了一圈了，到现在一个张都没开，一个马桶没卖出去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平时我马桶卖的可好了，今天车上多了个人啊，大家一看他的不买馒头了啊，都找着都围着他啊，让他唱歌啊，唱呀，哎，签名，对呀，照相，你看摸着摸着要我的馒头，哎，你看要不这样，你把我的馒头收了吧，好吧，好，我便宜点卖给你，好好好，哎，我怎么把馒头卖给你？能不能唱着歌把馒头卖给李玉刚？石头给支支招。玉刚，你今天就要
远走，你先买两斤馒头，如果你不买我的馒头，我就赖在这儿不走。也许你全国四处去漂流，但没有停下的时候。如果你一次性吃两斤馒头，你也就蹭的哪也不用走。好，直接就这个我应该买了。我发现你编歌能力也还可以哦。也瞎编。我再给你出一个卖给谈恋爱的，咱俩来个反串啊。那你来。我是女同志。好。是女同志应该。哦对。特甜蜜的时候，你来卖馒头啊，你看我们是什么反应？馒头啊。那浴缸这个冰淇淋长得真可爱。烫完。这是棉花糖孩子。来开始。啊，给你一个大馒头，你们恩爱到白头。吃了我的馒头，让你没有忧愁，一起走过天长地久。娘娘，哎，刚刚这馒头买不买？这馒头，我把这人一起买回去。你跟他走吧，你。馒头哥用他的质朴的歌声，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生活当中卖馒头的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的快乐。希望他的快乐也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人。那么接下来这一位，同样如此，在生活中啊，做着可能我们大家觉得很平凡的事情，但是这事儿被他做得出神入化。来看大屏幕。带着蓝色，也非要热情涂鸦手。您没听错，这段英文经典歌曲就出自一名普通的卖菜大姐之口。她叫蔡红平，酷爱各种经典女高音歌曲，坚持边卖菜边唱歌，把小菜摊当成了大舞台，用歌声感染着每一位顾客。他的演唱视频传上网络后，点击量高达3424万次，创下某视频网站历史记录。小菜贩终于变成了歌唱家，还有了一个新名字，菜花甜妈。有请菜花甜妈。同志们，大丰收了。刚吃完馒头的那位同学，要不要来个西红柿？你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歌甜人甜的菜花甜妈。您平时在卖菜的时候，什么情况下您会唱歌？什么情况下？就是还是随性所致。我是随性所致，我是高兴了，我看到别人有难过了啊，像那老头老太呀、老大爷、老奶奶，他们不开心了，我就想给他唱个歌。这个你能看出来吗？能看出来。就他来你这买菜，今天这个大爷大妈开心还是不开心？对。家里有没有闹别扭？啊，孩子工作顺不顺利？对。找着媳妇儿没有？因为人小孙子多大了？都很有难过的事情。您是算命的吗？我先看看他的脸是不是开心的。对。然后如果他是开心的，我就不唱了。开心了为什么不唱啊？开心一点，他已经本来就开心了，不需要别人再锦上添花嘛，再给人家。那以后我改。就您现在基本上是雪中送炭。对，谁要不开心的时候来点雪中送炭。对，我就觉得心里有点不忍心，我就要唱个歌给他。既然人甜歌甜，包括您卖的这个蔬菜也甜美，您就上来之后先给我们来首歌怎么样？先吆喝一下菜吧。先吆喝一下菜啊。好。您平时吆喝菜都用唱歌的方式啊？我说话不大会说，我会唱歌，说话我嘴都有一点那个慢，我去唱歌呢。我觉得您说话比毕福剑强多了，您这孩子。来，那您就先吆喝菜。
新鲜菜，新鲜菜，今天刚进的新鲜菜，好新鲜，好新鲜，人见人爱的新鲜菜，你快来买，你快来买，大家都来买我的菜喽。没农药吧？这是纯绿色吧？纯绿色，无公害，大家喜爱的新鲜菜。哦，多少钱一斤啊？3.5卖给你，你要嫌贵都给你。这什么逻辑？3.5卖给你，你要嫌贵都给你？应该说你要嫌贵，我再打个折。哎，如果让你推销菜，能行吗？我又卖菜了。你看看你能不能把白菜用你的歌词卖出去。你看我的这个大白菜，好，我只卖一块，吃了我的白菜，你开心又愉快，吃媳妇儿了就买了，还能卖什么菜？